怎么样？有何感受？挺棒的，爽歪歪。嗯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栗子花的味道。牛顶顶，我想你是真的体验过了。你们两个好好干，以后争取做我们随商业公司的金牌体验员。你们两个今天第一天来上班，我和沈主管准备请你们两个吃晚饭，算是为二位加油鼓励吧。我要一根香肠，再加两个蛋。讨厌！各位点的都是川菜，要不要点个美国菜？啊，好。小红，要不你就来道美国菜吧。哎，可以。就点这个洛基山鲜蚝，每人一份。谢谢。OK。鲜蚝好吃，好久没吃鲜蚝。吧。哎，你们说哦，这道海鲜大餐一点海鲜味也吃不出来，食材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吧？海鲜 ？No， 这道菜食材来自本地的牛睾丸。嗯，牛睾丸？牛睾丸？你们美国人天马行空的，一点余地不给人留。硬要把那个什么油炸牛睾丸叫洛基山鲜蚝。对啊，我只是按我们的传统翻译过来的。在美国，这道菜就叫做洛基山鲜蚝。服务员，点菜。来了来了，饭吃死了。大叔，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宝马扣女呢？我们家司机都用宝马买菜了，你以为这是相亲节目？醒醒吧你！拉你呀，你什么？冇乜嘢，扣下佢啫，得唔得？嘿嘿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别闹事，别管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什么态度？哎呀！永远这么欺负人对吗？过来！挺小心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闹成这个场面，要不是蛋蛋哥出场，就没办法收场了。牛牛，别回去那么早了，你吃宵夜吧。干嘛嘛？顶顶是我男朋友，跟你吃什么宵夜啊？这人真奇怪。我自己去吃。拜拜，拜拜。
刚才是救你，不是爱你。小红，如果你不是在乎，你不会救我的。你想太多了，你自作多情了吧？没有，我看得到，你不喜欢蛋哥，蛋哥喜欢我，你喜欢我。你真的想太多了啦。